这个墨门洗衣机清洁剂啊，你拿着用。这可是啊，我专门托人买的。我知道啊，你也嫌自己身上有味道，但这个都不是问题。衣服上有味啊，那是因为洗衣机长时间没有清理的原因。洗衣机还能清洁啊？那当然了，不管你家是滚筒的还是涡轮的洗衣机，你都要定期的给它做一次清洁啊。这款墨门洗衣机清洁剂啊，是液体的，你就往物料盒那么一倒。涡轮的呀，你就直接倒进去，然后啊，任意选择一个模式清洗一遍，就能够深入夹层清洗。洗完胶圈夹层啊，明亮如新，而且啊，它还具有99.9%的强效杀菌率，不仅能够除霉除螨，还能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啊，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啊，定时清洗，洗衣机用着干净放心，洗出来的衣服啊，还有一股好闻的清香呢。大叔。哇，老公，你好漂亮啊！谁说你好香啊？果然，不是什么胭脂俗粉都能比的。姐，你这用的什么呀？怎么衣服变得这么香？我呢，只不过是用了这个墨门洗衣机清洁剂而已。姐夫，要不你也给我买两瓶吧？想要自己买。还有，这是我家，请你立刻马上离开。我自己会走。老公啊，这个这么好，你在哪买的呀？你不在购买，领取更多优惠。